喂，盛楠，你在哪儿呢？你爷爷突然晕倒了，已经送到医院了，你快点过来。哦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大老大，我爷爷晕倒了，要去医院，我先过去啊，有事打电话联系我。好，你放心吧。哎，注意安全。王阿姨，怎么样？我爷爷怎么样？不知道啊，从进去到现在都1个钟头了，到现在都没出来，真的急死人了。医生。啊，顾保国家属在。我说是。啊，病人现在已经脱离危险期了。现在什么情况？病人的冠状动脉堵塞严重，暂时已经处理好了，但是需要留院观察。这样，你赶紧去办一下这个住院手续。我们接下来啊，有主治大夫专门负责。好好好。王阿姨，我先去办了，你快在这守着，快去吧。顾保国家属，跟我走吧，有病房了。有病房了，太好了！你们运气好，有人帮你们办了一间 VIP 病房。现在跟我去办住院手续吧。啊，哎，盛楠，你快去吧，快去。哦，好好。进。不好意思打扰了，阿姨你好，师傅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你是？哦，好，我是隔壁病房病人的家属，我是来特地谢谢叔叔的。我听护士说了，要不是叔叔的帮忙，我爷爷都住不上病房，所以我来谢谢你。哦，你是那个老人家的孙女儿。哦，这是我自己做了一些饭菜，我是个厨子，所以手艺还不错，您可以尝尝。谢谢。谢谢你啊，那么费心还特意做了饭菜过来。不过你叔叔啊，他是个病人，应该吃一些清淡的简单的东西比较好。这些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啊。我爸不吃我吃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谢谢叔叔，打扰了。照理说他老家有点事儿，临时回去一趟。我知道，他给我打电话。哇，这房间也太大了。说是 VIP。哦 ，VIP 啊！哎呦，这得多少钱一天？不知道。你是累懵了吧？这都不问清楚。是隔壁那个叔叔说要帮忙，要不然连床位都没有。隔壁叔叔，没事，那他应该把钱都交了。哎呀，第一次来这么好的房间。爷爷，刚刚医生说了，您醒了之后让我去找一下他，我去找一下医生啊。啊，快去吧。哎，我陪楠楠一块儿去。啊。老九，干嘛？之前检查已经花了很多钱了，现在住院吧又要花这么多钱，而且爷爷又是外地就医，所有钱都得自己掏。我去哪儿搞这么多钱啊？而且，我又不想麻烦陆静。说的对，楠楠说的太对了，有骨气。别有什么事就管他要钱，咱娘家有人，不就是个 VIP 病房吗？让我叔踏实住着。楠楠，这卡里呢还有点钱，先垫上，拿着。No， 这个钱是我借你的，
有钱还得还我，啊，拿着吧。密码37338。哦，对了，千万千万不要告诉泽南。懂事。好了，我叔也醒了，你去陪他吧，有事我打电话啊，走了。下马楼两箱虾，慢点啊，一共四箱。爆炒天下呢？这边。爆炒天下，这儿啊，这儿。盛南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今天来进货。今天不上班？上，进完货就去上。今天货新鲜吗？新鲜，保证你新鲜啊。谢谢啊。挺沉的啊，慢点啊。累。来，下面。哎，沈南妹妹。走啊，别过来了。哎。哎哎，我听哎，李姐怎么住院了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快出院了。那个好，你看你这不容易，天天都忙。那中，你先忙吧。慢点，走吧。我的货，老板。来了啊，来，下下。那不去了多、啊。我不会骑这个车，我怕出去了危险。哎，你等一下来，老板，车我看一下啊。好的。你装去，我送你回去。你装装装装，我送他。你装装。谢谢曹总。做好了吗？行，走走走。哎，你能不能啊？我不能。你不能，我能。走了啊。吴阿姨，待会儿还得麻烦你去医院看看我爷爷啊。好，你就放心吧，从昨晚忙到现在，你赶快歇一会儿吧。我来不及了，我得回酒店。对了，那个中午我直接从紫金给爷爷带饭过去，先走了啊。哎，路上当心点啊！知道了。哎，这孩子太辛苦了。盛南，哥哥，我来。程总已经给你请好假了。请假不得扣钱啊？来，干什么呀？爷爷怎么样了？挺好的。准备做支架手术了。那拿着，不要这，你不要，你拿着，我帮不上什么忙，一点小心。大王啊，太大来了。这里出了点状况，可能一时回不去了。你还好吗？最近工作累吗？挺好的。